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廷者，我是中山大学气管系的佘建元。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讲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今天呢，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要继续谈什么是微分，哦，什么是微分的概念，要谈谈导函数以及实例求一阶导函数。那什么是微分呢？哦，在上一讲呢，我们有谈到微分这个东西呢，是在讨论这个单变数非线性函数的斜率。哦，我们在前一讲里面呢，谈到斜率的时候，有谈到说斜率是什么呢？斜率就是说，当自变数 x 每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 ，y 的变动率会是多少？哦，我们在讲斜率是这个东西。哦，可是呢，我们在前一讲的时候呢，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是线性的函数。哦，所以你可以直接很简单的说，哦，这个是 x 就是斜率吗？就是 x 增加一单位，平均来说 x。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 ，y 的变动会是多少的这样一个东西？可是我们说呢，等到你在非线性函数的时候呢，哎，这个观念就不能用了。为什么？因为非线性函数的时候呢，各点的斜率都不一样哦，它各点的倾斜程度都不一样，它会一直变的。所以如果你 x 呢，当 x 呢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哇，你从 x 增加一单位 x1 到 x2 的时候呢，这个倾斜程度呢就变了，那就变了以后呢，那你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哇，那我这个到底要怎么算？哦，我是要用 x1 那一点的斜率吗？还是 x2 那一点的斜率？哦，所以就变得很复杂。哦，所以在上讲的时候，我们讲微分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微分是什么呢？我们就会讲说，那我们定义在非线性函数的时候呢，我们定义斜率就会定义成说，在 x 那一点上面的变动一点点。那就是说 y 也会变动一点点，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算它们的变动率。哦，我们那时候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说，哦，在这一点上面的斜率。那事实上呢，在这一点上面的斜率呢，也是那一点切线的斜率。哦，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定义非线性函数的斜率。那这个东西呢，哦，就是求微分的概念。那一般来说，哦，因为在非线性函数的时候呢，那个各点的斜率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哦，我们就会对于某一个特殊的点的斜率，哦，兴趣比较不大，哦，兴趣比较不大，因为通常斜率会变来变去嘛，哦，斜率会变来变去啊，你随着你的 x 在变动的时候，各点斜率都不一样，会变来变去啊，所以你不会有兴趣只想要知道某一点的斜率。那你这时候你会有兴趣的是什么呢？你会有兴趣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或找到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描述说，当我 x 变动的时候呢，我这个函数能不能告诉我说，当我 x 变动的时候呢，在不同的点上那个斜率是多少？哦，那这个概念呢就叫做导函数。哦，这个概念呢就叫做导函数。所以呢，举例来说，哦，我们今天有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是 y 等于 h of x。哦，这个函数呢描述 x 跟 y 的关系。那它的导函数呢，通常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h prime of x。哦，来表达它哦，前面放的是 dy dx 嘛，表示说这个是微分啊。哦，我们会用 h prime x 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它，表达什么呢？表达说这个也是一个函数啊，所以它也是表达一个 x 自变数跟某个应变数 y 的关系。那这个时候应变数 y 变成什么东西呢？就变成是说本来那个 y 等于 h of x 各点上的斜率，这时候的应变数，哦，应变数就会变成那个 h of x 的函数。在不同的 x 点上面的这个斜率，哦，就会变成是这个斜率，哦，所以 h of x 这个就是导函数，表达 x 和本来这个 h of x 各点上的斜率的一个关系式，哦，这个就是导函数。那因为这个只有做第一次，哦，所以这个通常就叫一阶导函数啦，哦，一阶导函数。那你说这个 x 跟 h of x 的各点斜率的这个关系式呢，它可不可以再找下一个斜率？哦，就是斜率的斜率啦，哦，斜率的斜率啦，哦，听起来很像在绕口令，然后斜率的斜率，哦，可是事实上这是可行的，哦，这是可行的嘛，对不对？你这个既然是一个关系式，表达 x 跟 h of x 上各点斜率的这个关系式，我也可以继续谈这个关系式的斜率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再做一次哦微分，然后就得到这个东西。通常我们会在上面再加上一撇。表达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哦，也就是说我本来呢找出了这个函数 x 跟 h of x 各点上的斜率的这个关系式，这个关系式呢我可以再做一次，因为这个关系式它也有斜率嘛，对不对？这个关系式也有斜率啊，所以我可以再做一次微分，我就得到这个 h 两点的这个 f of x，哦，那这个呢通常我们就叫它二阶导函数，然后二阶导函数。那这个导函数呢，我说这个
H of x 在讲的是什么呢？各点上的哦，这个 H of x 各点上的斜率吗？哦，那斜率是什么？就是当 x 变动一点点的时候 ，y 变动是多少啦？所以我还是可以继续进一步把它讲写成这个样子，就是说 y 的变动一点点的变动量，然后底下呢是 x 变动一点点的变动量，对不对？乘上 H of x， 你可以表达成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 H of x 哦乘上这个 x 的变动一点点的量呢，就会得到 y 变动一点点的量。哦，这个就是导函数啦，然后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呢叫做一阶导函数，这个呢叫做二阶导函数。那通常呢，我们怎么样来求导函数呢？好、哦，那事实上呢，哈、哦，不同的函数呢，求出来的一阶导函数都不一样。那很多时候呢，都有公式可以背。哦，那个数学家呢，哈、哦，已经整理了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函数，它的一阶导函数是什么样子。哦，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从一个最简单的 case， 哈、哦，用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微分的概念呢，来求一阶导函数。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先从一个最简单的函数，这个叫做 h of x 等于 x 平方的这个例子来讲，说怎么样来用这个函数呢来求出这个函数呢各点上面斜率的这个公式，也就来求一阶导函数。好、哦、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来。哦，我们前面有谈到什么样叫做求微分。哦，你看到这个函数，哦，这个是一个 h of x 等于 x 平方的这个函数，然后那、啊、这个可能我们画的没有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实在不好画。好，那这个函数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各点的斜率都不一样。那我们上次呢讲微分的时候呢，我们是先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始说嘛。我们说什么叫做斜率？斜率就是 y2 减 y1 除以 x2 减 x1 啊。好、哦，所以假设这边上面有两点哦，在这两点你画一条线，你用这个方式可以求出这条线的斜率。可是呢，这条线的斜率呢，显然不是。这一点 x1 y1 或是这一点 x2 y2 的斜率、哦、都不一样嘛，怎么看都知道不一样啊。那可是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上次讲微分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 x2 非常非常靠近 x1， 这个时候你知道 y2 会非常非常的靠近 y1， 这个时候呢，这条线就会越来越接近在这一点上面切线的斜率。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好，我们上次讲微分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来说的，所以呢、哦、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概念来想啦、哦、我们用 dy 除以 dx、哦、这个是微分的概念，那等于什么呢？我们说 y2 减 y1 除以 x2 减 x1 嘛，那现在呢要让 x2 非常非常的靠近 x1、哦、所以我们就说呢、哦、这个符号呢在数学上叫做 limit、哦、求极限、哦、求极限写说呢 x2 减 x1 非常非常靠近 0， 这个就是 x2 非常靠近 x1 嘛。可是如果我写 x2 减 x1哦、可能会很复杂，所以通常呢我们会习惯把它写成 dx、哦、dx 或者一个小三角形的 x， 这个表示之间的差距。那如果我把它写成 dx 呢，那你就知道说 x2 是什么呢？ dx 是 x2 跟 x1 的差距，那如果我把 x2 跟 x1 的差距写成 dx， 那 x2 不就变成了 x1 加 dx 吗、哦、所以我就把底下写成 x1 加 dx， 那减掉 x1。那分子呢，我们刚刚说这个叫做 y2 减 y1 嘛，那 y2 怎么来？ y2 它是什么？ y 是 h of x 等于 x 平方嘛，对不对？ y 是 x 的一个函数，那 y2 呢，你就是把 x 带进 x2， 那如果 x2 呢是 x1 加上 dx、哦、所以就可以把它写成 x1 加上 dx 带进这个 h of x 的这个函数嘛，对不对？所以它你就把 y2 呢写成 h of x哦 ，two， 那 x two 等于 x one 加 dx， 所以你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减掉呢 y one， 那 y one 呢？哦 ，y 是 f，y 是 x 的一个函数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把 x one 带进去就好啦，所以就得到了这个东西。那得到这个东西呢？哦，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哦，我们知道说什么 ？h of x 是 x 平方嘛，对不对 ？h of x x 平方，所以呢，我就把这个 h of x 呢变成 x 平方。那 x 平方呢，就是说它是 h of x 的形态，是 x 带不同的数值进去嘛，对不对？啊，现在我就带 x 加上 dx 啦、啊，哦，应该是 x1 加 dx 哈、哦。不过在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简化，把 one 先暂时拿掉，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我就带入 x 加上 dx 的平方，后面呢 h of x 啊就是 x 嘛，对不对 ？x 的平方，那底下分母呢 x1 加上 dx。减掉 x1 前后会消掉，所以就剩下 dx， 哦，会剩下 dx。
那下一步呢？我们现在要讨论说，当 dx 变成零的时候呢？哦，趋近于零，不是变成零，趋近于零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哦，这样子可能还是很难想，对不对？可是我们先可以把它怎么样？先把这个东西把它算出来，算算看呢 ，x 加上 dx 的平方是什么？那减掉 x 平方是什么？除以 dx 会是什么？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带进来，对不对？那你可能会想说，那 dx，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哦，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可是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就是一个符号。哦，它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说，不然把这个东西当成 w， 带 w 进去，这样想会不会比较简单？应该是会吧。好，所以 x 加上 dx 或 x 加上 w 的这个平方是什么呢？哦，我相信各位可能在国中或在高中的时候有背过这个公式 ，a 加 b 的平方哦，会变成什么呢 ？a 平方加 2ab 加 b 平方。所以你就是用这个公式带进来 ，x 加上 dx， 哦，你现在把它当成是 w。我的平方，你就把它写成了 x 平方加上 2ab 2xw 2xdx 加上 b 平方、w 平方，或是把它写成 dx 平方、你就把它拆开来，然后减掉 x 平方除以分母 dx 嘛，对不对？好了，那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事情好像就变得简单了、x 平方跟这个减 x 平方可以消掉，消掉以后呢，分母分母跟分子都有这个 dx 我刚刚说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东西，一个符号，比如像 w 这样一个东西来代替它，来想它，那 www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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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就可以把它消掉嘛。消掉以后呢，哇，你就变成这个东西 2x 加 dx 啊， 2x 加 dx 在 dx 非常趋近于0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事情？这个就很好想了嘛，对不对？它就会变成 2x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边呢，就是用那个微分的想法，然后透过这个取极限的这个做法呢，我们就找到了，当这个函数呢 ，h of x x 平方的时候呢，你对它做微分 dy dx， 你求出的这个一阶导函数呢，就会是 2x 就会是 2x 所以这个就是求一阶导函数这个就是求一阶导函数。那我们这个是用数学方法来求，那这个东西呢，可不可以验证？可不可以验证？就是说这个x 平方 y 等于 h of x 等于 x 平方这件事情，它的一阶导函数确实是 2x， 我们可不可以验证？我们再回来想什么叫做求微分。求微分叫做求这个非线性函数上各点的斜率，对不对？那非线性函数上各点的斜率是什么？就是说在那一点上，如果你变动一点点的时候呢， y 变动会是多少的这个比例，对不对？这个就是在各点上面斜率，也就是那个切线的斜率。那这件事情可不可以验证？我们来验证看看。好，这边呢是一个这个什么，当 x 变动多少的时候呢， y 应该会变动多少的一个表格。那这个呢是 h of x 等于 x 平方你把它算进去。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dx 讨论 dx， 也就是说当 x 呢从1变到 2， 从1变到 1.1， 从1变到 1.01， 从1变到 1.001 的时候呢， y 会变动多少。那我们就把每个数值全部都带进这个 x 平方进来你看看，如果今天是这个函数是 h of x 等于 x 平方，当 x 等于1的时候呢， y 是多少？1嘛，对不对？当 x 等于2的时候， y 是多少？2平方等于4，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 dx 是从1到 2， 也就是它变动率是1的时候呢， dy 是多少？就从1变到4嘛，就会变成3。所以 dy dx 就是 y 的变动除以 x 的变动是多少？这个是3，对不对？这个显然跟我们刚求的东西不大一样，不过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比较接近割线对不对？从1到2，我们刚刚说变动一单位，各点斜率上变动啊，对不对？所以不是我们要求的东西。好，那我们看看，如果今天是从1变到 1.1 呢，那会是什么样子？1变到 1.1， x 从1变到 1.1， 那表示 y 从变动多少？1带进去，它会得到 1， 对不对？啊， 1.1 呢，带进 x 平方，它会得到多少？ 1.21。 这个时候呢，x 变动 0.1， y 变动 0.21， 相处变就变成 2.1 了有没有非常接近我们刚求的这个 2x？ 那如果我的变动更小呢，从1变到 1.01， 从1变到 1.01 的话， y 变动多少？从1变到 1.0201 你再把这个 dy 跟 dx 相处，它就会变成 2.01 了。那如果我今天变动只有 0.001 呢，
哦，那 y 的变动呢，就是0.002001相除的结果，dy 除以 dx 就会变成2.001，有没有？好、哦，这个呢就很像我们刚刚求的什么 2x，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什么呢？讲说如果今天这个函数呢，h of x 等于 x 平方，你给它求出来的一阶导函数呢，会是 2x，也就是说，当 x 带进一的时候呢。他跟你说，在 x 等于 y 等于一的这一点上面呢，它的斜率会是二，它的斜率会是二。这个斜率呢，就是它是什么？当 x 变动一点点的时候，y 也会变动一点点，y 的变动一点点除以 x 的变动一点，这个比例会是二。这个公式跟你这样讲，我们从这边实际上验证，他也跟你这么说，好、哦，他也跟你这么说，2.001，好、哦，所以就表这个呢，就验证了呢，我们刚刚呢求出来的，哦，我们刚刚呢。求出来的这个公式呢是正确的，哦，我们刚刚求出来的这个公式正确的，哦，所以呢，在这一讲呢，哦，就跟大家讲了，哦，我们求微分，哦，要用实例呢来求这个一阶导函数的例子，希望这个样子呢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如何求一阶导函数，哦，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